阿利郎离子水带俾你健康人生。在繁忙的都市入边，我哋时时都要面对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嘅污染。关心健康的你，有冇谂过清洗蔬菜、生果可以唔使用洗洁精，都可以洗走晒残留嘅农药；唔使用洗洁精，都可以去除晒餐具上嘅油污呢？阿利郎离子水可以为你做到呢一切。其实这个离子水真的有很多功效的，我现在一般的家居清洁呢都不用市面的洁净剂了，因为它是有很强的杀菌功效，现在正值流感的高峰期呢，我都非常放心。我呢照顾 BB 很多年了， BB 洗澡用了离子水呢对皮肤好啦，没湿疹没尿疹啦，皮肤不用擦圈啦，原来呢对衣服是很好的，即不用放柔顺剂啦，消毒剂都不用放，很柔软很顺的。This new multi-ionizer is very good. My mom use it now, so my hand is good now. Before I have some hand problem, but now you see it's good, so I feel happy now. 我咧就好中意电发嘅，每日咧都要用 gel 嚟 set 我个头噶。咁咧头发长咗之后咧，一洗头咧就会甩好多头发咯。咁咧自从用咗呢个阿利郎嘅离子水花洒之后咧，咁我就洗第一次头啦，就已经觉得甩少咗好多头发，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咁我而家咧就用埋呢个离子水嚟清洗我啲全羊毛嘅冷衫啦，咁咧又唔使拎去干洗，咁咧仲有洗完翻嚟嘅感觉咧，又好柔顺，又唔缩水添。冇错，就系呢啲杰出嘅阿里郎离子水器，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带俾我哋健康。究竟是什么令到平凡变得如此神奇？不如我们来听下韩国爱迪生阿里郎离子水器的发明者许胜利先生怎么说。열을받으면은에너지준위도올라가고극성들도많아지고근데그것들이어떤역할을하는가하는것은용제의기능이강화되는거예요그래서찬물하고뜨신물에다가설탕을흔들어보면은뜨신물이훨씬잘녹습니다그게그것이용제의기능을하는키포인트였어요多功能离子水器是一种能够将水离子化的装置，水流经过离子水器的时候，水分子就可以被离子化为水合氢离子同埋氢氧根离子。氢氧根离子具有洗地、杀菌、除臭等功效，而水合氢离子就有润泽同埋漂白的功效。唔单止系咁，阿里郎离子水器仲可以帮我哋悭埋冲凉液、洗头水、护发素，令到我哋嘅皮肤更加健康，连痘痘都冇咗。阿里郎离子水器安装方便，只需要简单嘅几个步骤就可以安心使用噶啦。依家就等我哋为你示范点样简单快捷安装阿里郎离子水器。首先将龙头原有嘅格栅嘴拧落嚟，再装上接驳配件。最后将离子水器轻轻拧上，咁就得噶啦。洗衣机离子水器嘅安装同样都系咁简单。首先我哋揾到洗衣机背后嘅入水位置，只要将离子水器对准入水位，顺时针方向拧紧，然后再将内水喉接驳到离子水器，就系咁简单。浴室和洗手间安装离子水器都是这么方便。首先将原有的花洒头和面盆龙头的格栅嘴插下来，再将离子水器分别装上就可以了。不如现在就开始了，让我们改变观念，享受阿里郎离子水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